红味。这硫磺的味道蛮清澈的水。舒服的环境，这有很多洗温泉的地方。这里估计是到了，这好像不能参观耶，走上去看看咯。Oh my god， 不能进去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哎，这个是一个温泉行馆，泡温泉。今天太热了，没有泡温泉。好酷的地方哦，它可以煮蛋，然后看一下，哦，它有教你怎么煮，然后这个它是要买它那个贩售的蛋还可以，然后放在这里面煮，超酷的这个。这古道啦，往前走就是了。里面有一个喝咖啡的地方。我之前去过了，也是蛮不错的。这个开放到下午5点。在卖什么？往那边走，往这边走好了。很酷哦，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地方。远远的就闻到那个温泉的味道，硫磺，硫磺味很重哦。妈，超多烟的，呜、哦。第二个大，烟超大的。哦，飘到这边来的。另外一个角度来拍第二股。这个超烟超大。梦幻，烟好大，往前走了，就这样吧。那是一个温泉蛋，好了，这个第六股了。温泉蛋，他说他是第六谷煮的，他买了一颗，蛮有趣。蛋剥好，不能吃，来吃一下。嗯，蛋黄是温泉蛋，不错吃啊，可以买一下，才15块。
啊，就是。很漂亮的图书馆，这个角度刚刚好哎，漂亮。前面这里是莲花池，这个是北投图书馆。那个市集买了一样的，还有个，那个车长，我坐火车在那个附近，然后防火车站。木纺的一个那个火车站，那个火车的那个一级的车站，然后酷。那捷运站比较有外形，就是新北投站，然后就坐捷运回去喽。